死，又怎么样呢？没关系，我不在乎。有没有解千劫楼的办法，我都不在乎。只要有你陪着我，我无惧生死，无怨无悔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有你了，那个爱我和在乎我的人，我的存在就有意义了。妈，我想永远和你一起，听到了吗？夜月，你别走，陪陪我。我们好好说话，你别骗我，也别吓我。一个人无论变成什么样子，成仙也好，入魔也罢，真正在乎他的人，就一定可以找到他。